就是我们还推出了这个高阶支架版的这个后驱支架版，啊，这样的话比我们那个四驱支架版优惠了20000块钱，啊，这样让大家五座和六座两种供大家选择啊，从28.98万啊就可以买了。当然后驱支架版它的这个更省电，续航能力更长，就是它加速性能你开起来也足够了，完全足够了。这个因为这个电车的这个加速能力远远超过了啊传统燃油车，所以哪怕只有后驱版啊，也是加速性能碾压一众这个燃油车的啊，而且它的续航里程更长啊，所以我们为大家提供更好更多的选择。